听到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龚俊。龚俊干啥？半组吗？我先干嘛？分享一个重要的事情。这个你来一下吗？放点歌。金湾大老虎跳起爱的恰恰舞，香槟喷得香扑扑，一个那啪哩啪哩。Baby， 我不怕中暑，跳起爱的恰恰舞。先说，不是我们还有，哎呀，算是独家秘密给你们的。不行不行，可以，确定吗？确定。好，行，你喜欢就好。来，听好了啊，其实就是结婚。这个还不如不说了。没关系，粉丝知道咱们在一起。而且谁行都行。现在我们去吃午饭，好吧？哎，那要不吃顿火锅？赶紧走。那个拌粉真的挺好吃的。对啊，很辣。我主要是不能吃辣。这四川人吃辣椒都不行。能不能别聊这话？